为明仔载透早去，你都要爬起来练声，较紧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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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人师傅，我接我当半条命。啊，讲这直金鸡真正心凉手软呢哈。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。什么？玲珑去跟一个查甫的见面？明仔载就到，伊要将村的50,000块付清。好个，嗯，姐姐等哦。联播记载就是你公司台语台。